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正治系教授刘碧荣，欢迎您收看智慧微视频。那今天我们谈判的锦囊的部分呢？那我们叫各位谈到谈判的场地与议题的切割。我们前面我们就一路顺着来讲。我说我们谈判，我提出我的主张。提出主张，其实提出主张呢，我也看看他的反应。虽然我我我们有我们觉得我自己准备的很好嘛，我看看他的反应。 如果他没办法完全接受，假如说不管是在对内还是对外，他没办法完全接受，哎，于是我们就开始谈了。可是我一定要知道，我不是那么牛啊。我若那么牛的话，我就不是谈判了，我下命令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谈判，我谈判，我提出来的东西他不见得都能接受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会提出他的一些想法嘛，对不对？那于是我有想法，他有想法，于是我们两个就会有碰撞。 那碰撞一下，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展现的弹性，我怎么给它一个弹性呢？于是我们就要检视一下我提出来的主张，我要的东西有哪几个东西可以放？我常讲，一个一个大的一个案子，它可以切成好多块，比如说价格，比如说付款方式、交货条件，对不对？规格啊，或者数量啊，呃，或者是呃这个这个呃维保啊。 它可以切成好多块，而这么也可以换的，它可以换的嘛。那如果说今天价钱我没办法拿到，比如我提了主张，我提了价钱没办法拿到，没有拿到，于是我想说，那是不是付款方式来做个交换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当 sales 的人也常跟客户讲说，哎，王总，那这样子价钱我就不降，那我把你 payment 拉长。 好不好？也就是说，今天付款方式，付款方式也许本来是呃，这个这个，我我我我要本来我们是公司要求你们是是这个这个多少天付款，我现在把付款延长十五天，好不好？或者本来分三期付款，我想分你五期来付款，怎么样？就是我把付款方式拉长，然后我交换我价格不让，这就是那怎么来的呢？我们常是这样做嘛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做你是怎么来的呢？切出来的嘛。 你知道吧？就是价格和付款方式，我们在切嘛，交换条件对不对？交货条件，呃，保呃，这个种保固啊，或者维保啊，或者什么，它是切的嘛。所以你一定要有切的观念嘛，切的观念我才有交换嘛。于是我常讲，在谈判的时候呢，我们最怕脑筋出现是黑白，黑白。事实上，黑和白中间有很多不同层次的灰阶，它就好像个光谱一样。 光谱不会说光是黑白嘛，它中间有很多不同的灰阶嘛。那所有的空间其实就在灰阶里面嘛，就在灰里面。然后我在里面去交换嘛，去交换。所以我今天提出主张，然后我也开一扇门。我告诉你说我是可以谈的。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常常做个比喻哈、啊，你把你自己锁紧，这个叫做锁门。可是你摆出一些谈判的空间，那叫掏钥匙。所以锁门掏钥匙，这是谈判的基本动作。 所以，我这样才能提出主张，我才有回旋空间，人家才愿意跟我谈嘛。不然他跟我谈，都我赢，他来投降的，他谁跟我谈呢？是不是？所以留一点空间给人家，用切割法创谈判的空间，这是谈判铁律，铁一样的一个一个规律，这我们一定要学会的基本技巧。